你要弥补什么？名声能弥补吗？我知道很难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不想再看到你，好不好？你让我请你吃个饭，还是看场地，或者见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不需要你们来弥补什么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你很像很需要钱。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帮你。抱歉打扰了，我先回学校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先帮我。嗯。展腾。 已经第二天了，你筹到钱了吗？再给我多一点时间。如果筹不到钱的话，他们就找我麻烦了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不去筹钱？我都说了，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？对不起。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。我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一切。 不知道还有机会回到从前，曾经的承诺我们说好一切，不知不觉只剩下伤害离别，爱太深，只会让彼此想得太多，孤单寂寞。 不愿意分开，都得放开你的手。我以为我们真的有结果，难过的泪水让我想起那时候，你对我的温柔，给了我勇气。 4000块的支票，你筹到4000块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自己有办法，我们快去还债吧。啊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不会的，只要有钱还给他们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相信我。可是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展腾，我可以的，相信我。啊，我有急事需要先走。 我们改善约，我请你吃饭。思敏，改次再说吧，再见。其实我不知道还有机会回到从前，曾经的承诺我们说好一切，思敏，思敏，思敏，不知不觉只剩下想念离别。 爱太深，只能让彼此想得太多，孤单寂寞。思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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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拿到了4000块。Woohoo! Yes! Woo! 哎，看来看看看来看看，哇！哎，失眠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做的这一些都是因为我爱你啊！什么来的？你会拍古装戏吗？支票呢？打算说里面是支票来的。支票？You sure? You sure? Sounds like a 情书 to me. 他骗我？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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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可能是你在骗我嘞。郭峰，你知道我是不会骗你的。我知道四千块很多，如果你办不到的话，那就算了咯。展腾是不可能骗我的。你都知道他的人这么好，你还好意思骗他的钱啊？我没有骗他，是他心甘情愿给我的。他是因为喜欢你才心甘情愿。你以为每个男的都像他一样 stupid 吗？ He's so stupid, you know? 郭峰，不管展腾喜不喜欢我，我都不会动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的是你。啊？我是因为喜欢你才为你做这么多的，就算是要欺骗我朋友，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，我都愿意。总而言之，4000块我不要了啦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不是急着需要钱吗？我自己想办法，我不想因为4000块而以身相许啊。没有人要你以身相许。哦，那最好，那你心甘情愿的啊，我没有逼你啊 ，OK 咯。喂喂喂，你要去哪里？这里是山上啊，喂，喂，思敏，喂。山上的老虎多，小心被他们摸。我以为我们真的有结果，难过的泪水让我想起那时候你对我的温柔。凯霜，凯霜，喂，凯霜，凯霜，陆顾凤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猜，你猜，没兴趣，真的是没脑的，当然是接你放学咯。See, so sweet. 你说我没脑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你没脑，美丽的脑 ，beautiful brain， 呀呀，美丽的脑，呀、yeah, ，great。这样算追求？追求女孩子不都是这样吗？要哄你们开心，还要和你们打情骂俏，还要……我一点都不开心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我筹不到4000块才不开心的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只是在跟你开玩笑。你有钱，我知道。你说你要那4000块的包包，我说我会买给你，我就一定会买给你。I promise, yeah。你觉得就算你筹到那4000块，我就要爱上你吗？maybe。那说真的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爱上我呢？你先改变一下形象再说吧。改变形象。我觉得我形象还 OK 嘞，很多人都说我很像吴尊呢。哎哎，凯霜，凯霜，你去哪里啊？凯霜，去。有事吗？干嘛跟踪我呢？我是郭峰的好朋友。我也是啊。我刚才在学校看到他嘞，他烦死了。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啊？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如果你不喜欢郭峰的话，请你立刻和他断绝来往。干嘛要断绝来往啊？不可以做情人，也可以做朋友的吗？我喜欢郭峰。你很奇怪嘞。你喜不喜欢郭峰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那我就直接一点，郭峰我要定，我不能容许别的女人在他身边围绕着，这样会非常没有安全感。大家都是女人，希望能明白我的意思。Sorry 哈，我还没有到那个女人的阶段，我还是个女生，而且我这样听你说，就知道是你一厢情愿单恋着陆过峰。韩剧我看多了。你就是韩剧里那些横刀夺爱的女主角，你不要以为你来找上我摆些架子耍些心机，我就会怕你哦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就错了。
我不是韩剧里的那些懦弱者 ，OK？ 女人 ，Come on， 让我来劝劝你。你认为就算我跟陆国峰断绝关系，他会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爱上你吗？你占有了他的人，把他的心呢 ？It's still with me. Oh my god！ 那你知道我为了郭峰付出了什么吗？如果你不懂，你就没有资格批评我。我是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陆国峰为了我做了什么吗？我不需要你这些话来刺激我，女人，让我这个女生来劝劝你。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付出那么多，值得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先走了，我要回家看我的戏，我的韩剧，我的志在四方 Part Two。OK， 你有事没事都不要来找我哈。OK。平啊，神经病啊！我以为我们真的有结果，难过的泪水让我想起那时候。宝一，开窗呢，4000块是一笔大数目呢。如果你们是因为什么威胁呢，还是？敲诈呢，要通知我们呢，我们会帮你解决问题的呢。刘老师，我看你们是误会了。You all loaned the money for someone else, right? Is everything okay or not? 老师们，你们就不要再逼问宝仪了。那个4000块是我送给宝仪当生日礼物的。你们不诚实的话，我就要告诉校长了。还不说？陈老师，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啊？没有这么夸张啦，还什么勒索，还借钱呢，那为什么不说呢？有同学看见宝仪交接资产腾，有没有这回事？钱是我借的，真的是你？就算不是我，你们也会认为是我。我相信你，钱的确是我借的，但借钱有错吗？就因为我是池展腾，借钱变成了一个错误是吗？我们不是在惩罚你们呢。那你何必把两个朋友拉进来问话呢？嗯，身为老师。你们只会歧视人，就因为我在外面打架闹事，我就是坏人了，是吗？好，等你们对我改观后，我才告诉你们真正的原因。走。我以为我们真的有钱。你啊，是你说我们是朋友的。朋友，如果是朋友的话，为什么不告诉我那钱是凯霜的？你那么凶干嘛？都是因为你，郭峰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残忍？喂，我今天不把话跟你说清楚，才是对你更残忍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把你当作好朋友 ，good friend， 好姐妹。不要再说了。